态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这么一个青年演出，挑选的剧目呢是又冷了又不冷。您经常见的是四郎探母，但是整个齐派的四郎探母呢，相信您看的不多，也很长时间在舞台上这个没见到，所以把全国的齐派名家都拢到长安来，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。这个委员会的宗旨呢，我跟您汇报一下：第一个是继承传统，弘扬齐派艺术，然后挖掘冷戏，培养新人。这些所有的演员们，不计名不计利，以后都为齐派的服务，发扬齐派艺术。这个咱们给所有的艺术家鼓个掌，谢谢大家。主要是来看演出的，我就少跟您废话，我给您念节目单，一会儿我也下楼看戏去。杨四郎有很多，做工的杨四郎扮演者郭德纲先生，过关的杨四郎扮演者是从天津空运过来的齐派名家王志刚老师。遍地的杨四郎是我们麒麟剧社的陶阳，建娘是从武汉空投过来的裴永杰老师，最后回应上海籍演员陈少云先生，铁定公主扮演者赵秀君老师，肖太后天津的李丽老师，杨宗保北京京剧院编派的小生李宏图老师，何太君老太太康静，康静老师，杨六郎，这个是裴永杰先生的徒弟佟克旺，大国舅二国舅北京京剧院黄白雪孙世民。我再给您介绍介绍这俩齐派，这个一个是婺剧演员叫李轩宇，这个一个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，这两位都是陈少云老师的徒弟，也是喜欢齐派艺术拜的陈先生，然后是在各个剧种也是领军人物。李轩宇在婺剧也是年轻的这个投入主要演员，王少华是河北梆子银派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是二齐派王少华、李轩宇。这个下边是琴师跟古师，做工赵军老师的琴师朱建忠老师，孙二胡孙文庆，给李乐老师伴奏的是汤振刚先生，李洪图老师的琴师赵旭先生，古师封谦，康静老师琴师吕勋福，郭先生琴师王燕，打通堂的是这司鼓石小凡。我觉得这一堂人都是好角，都是艺术家，最次的就是乐元平，还是一副总。下面请您欣赏齐派风格的四郎探母。